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除了那个突如其来的暴雨以外，然后看到大家都还是很热情，就是不管自己是不是淋雨，然后还是要坚持的，就是排到队，然后签完所有的签名球，还有我们的周边，然后还蛮感动。谁的舞蹈？我觉得林子豪的最难，就是因为他有时候是双手，然后有时候是单手，然后有点就是左右搞不清楚，所以这个需要记一下，这个需要记一下。欢迎 Like。举起你的双手。